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弟。小弟今天又来费时收活了。现在呢，上午已经10点了。老婆，我们呢刚已经吃完饭了。我呢今天呢开始去下面猫火那边办点事情。一会儿上来的时候还要顺便在下面烤个烤鱼回来给老婆吃。因为我们这边6月2号的时候，我们这里的人每一家人都杀一只鸡来过，我家呢啥也没杀。就今天呢去下面。还要烤个烤鱼回来给老婆吃啊！我呢现在呢准备开始出发了。今天天气有点热啊，嘿。现在已经到卖烤鱼的这一家了，哎呀，完了，看好像不在家呀。这个摸火卖烤鱼的只有这一家，去乐园那边买才行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哎，不知道怎么办才行了，先打个电话问一问，在不在家，不在的话，去乐园那边才行了。我刚刚打电话给老婆了，她说没有烤鱼的话，买一只烤鸭回来吃。我呢现在去问一下啊，这里有没有烤鸭？没有的话，只能去乐园那边买了。现在去问一下。这里呢，全部都我问过了，没有烤鱼，也没有烤鸭。我呢现在开始去，乐园那边看一下啊，去那里买一只烤鸭回去吃吧。现在开始出发。现在已经到巡演车了。哎呀，终于到这个乐园这边了啊！现在开始去买那个烤鸭，这里的话有烤鸭啊。现在在这里买一只啊，回去吃。买两个回去吃吧，好像一个也太小了，哎。一个23块钱，现在放在这里炸一下，然后加一点甜料，就可以拿回去了啊。今天乐园这边好热，天气。好了，现在已经买好了，准备回去了啊！看，我还买了一些皮果，回去吃。现在准备骑摩托车回去喽。看我摩托车呢，我放在这里。现在把这些东西呢放到这个里面去吧。好了。哇！现在又回到摸火了，准备在这里买两碗面。回去跟那个鸭肉一起吃，现在面呢已经点好了，该准备在那里做了。面现在已经买好了，准备拿回去了。哎呦，两碗面放到这后备箱，回去喽。
马上就到家了。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哎，拿了一些鸭头，还有皮果，还有面，还有这啥呀？鸭肉，现在拿回去了啊！现在开吃了啊！开，开心吗？哈哈。我们呢现在已经吃完饭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金色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拜拜。拜拜。